转平台，我觉得转平台不好，转平台不好。你可以同时经营两个平台，但是你不能把观众带去另外一个平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譬如说，好，如果我要经营 Twitch， 要经营 YT 的话，如果我要经营两边的话，我只能是 Twitch 就是 Twitch 的观众 ，YT 就是 YT 的观众，他们两个是不可以，就是说从这边带过去，那边带过来不行，因为大家看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，你要这样带来带去真的是太难了，对。安安孤愿即行，你是我2022最 常看的第二名，那你第一名是谁？你第一名是谁？